翅飞上青天，自由翱翔。老板说自由翱翔，谢谢。改成好，改成自由。好，四处翱翔，改成自由翱翔。因为有个老师的版本是写任你翱翔。好，那这首歌呢？它的目的是什么？受小调，好，不错，预备。它其实是将来你要讲小调的时候，它是一个预备的，预备的阶段。好，它还可以做什么功能？想看卖嘞，进来。怎么样？它可以什么功能？跟前面的曲子大。这首歌有什么功能？想想看。小小鸟也忧伤，振翅飞上青天，任你翱翔。真的，大家尽量讲。